大家好啊，今天是5月1号啊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那今天来看一下白敬亭，他是93年10月15号天秤座啊，看一下命局啊，己土生在戌月秋天啊，坐下巳火啊，秋天是金旺水相啊，水也是旺相的啊，那么戊己土啊，它是子旺于巳午未这3个月，那么戌土呢，它也是土，但是它是按落的来看的，因为它是在秋季。秋末冬初啊，这个水气进来啊，所以水比较重啊，水多代表这样的人呢比较活泼，因为他财又是财星嘛，啊，好动啊，活泼外向，与人交流挺没什么问题啊，都挺好啊，但是能让他集中注意力去学习，相对说就难了，而且走的又是这个西方经济啊，食伤生这个财啊，财必然就克这个巳火啊，所以学业受阻。所以他这种，你指望他学习能力学这个课内的这种很难的啊，也不爱去学习啊，主要是兴趣点不在这里啊。去观察一下小孩子啊，小孩子7、8岁的啊，如果说他能够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边的啊，不是说玩手机啊，就坐在那边能够安静的坐在那边，那通常来讲，这样的人就能够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，这叫大智若愚啊。活泼是可以，但是不要太活泼，啊，太活泼的话，那这种，很难有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的，啊，这个是命理当中是这样，是这种理论啊，从实践当中也能看出来啊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观察一下，啊，这比较明显，啊，好，这是题外话，然后从23岁之后啊，也就是2015年开始运走这个南方火地，那明显事业发展，因为。15年应该也毕业了吧？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顺畅了。15年之后己未大运，啊，因为失火嘛，啊，八字失火啊，火代表我之前也讲过，啊，演员啊这一类的喜欢这个火啊。他其实当歌手挺好的，因为有金如肺啊，又是这个秋季啊，当歌手唱歌啊。他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，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的，唱歌应该是挺好的啊。现在的职业是演员啊，男演员，那这明显啊，从15年开始啊，就可能各方面就有所改变了啊。之前就求学道路，我认为并不顺畅。他这边也有写啊，虽然是这个音乐学院，后来改行了啊，从这个歌手或者说这个不一定是音乐学院，也不一定是歌手了，那最起码可能是音乐相关的啊，可能现在是这个演员啊，这个好不好呢？可以啊，因为以巳火为用嘛，那么走的运呢，一直以来都很好，这点是没问题的啊。这样我刚才也说了，这样的活泼的啊，当演员一定要活泼。你说一个人，除非他确实是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啊，非常内向的，那也没关系。但是这种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以前是专注于演员的这个行业，所谓的这个老戏骨，这个不要与人交流也没问题，但现在啊，参加各种节目，你说这个不说话、不会交流、不会这个互动，那这个也很难啊，也很难生存啊。这个他这个就比较适合了啊，财偷出来了啊，以巳火为用嘛，过去的就不来多说了，反正了解他的粉丝估计都知道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说啊。那讲一下的今年吧，今年好不好呢？啊，主要事业分析嘛，今年。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差的一面。好的一面是什么呢？食伤透出来，食伤生财，挺好，代表说可能也有个演出也好，演出机会啊，各种活动吧，会比较多啊，这个没什么问题，也正常啊。但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今年是辛丑年，今年属牛的，刚好形成一个丑啊，今年辛丑啊，戌未，这叫三刑，刑者麻烦也啊，必然也麻烦。当然，这个麻烦肯定是工作相关的嘛，就是有的。这个演员嘛，无非是这种在各种活动啊、各种这个电视剧的电影啊这一类啊合作当中呢，有一些麻烦事吧。因为三刑啊，不会有好事情的啊，而且天干透食伤嘛，啊三刑的这一支强调说，可能合作当中容易有摩擦啊这种啊。现在是农历3月啊，癸巳啊，甲戌癸巳甲午啊，那很明显嘛，未来2个月就能够看出来。估计现在有什么作品吗？有没有播呢？不知道。反正按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个并不好嘛。今年整体并至少来
争议会比较大啊。当这个争议不一定不是说和什么粉丝之间的，因为粉丝连累的，就是其他的说这个黑粉，这个应该不是，而是这个三行合作当中的遇到的事情啊，合作啊，哎，这个具体怎么样的我就不知道了，但必然有这样的情况啊，这点就不太理想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未来2个月啊。尤其是现在3月嘛，4月、5月，农历5月嘛，大概农历5月最为明显，啊，好啊，这个都很快就能够实现的，不是说实现，很快就能够验证的，这个尤其是5月啊，好像5月不好的，当然，这个不好不是说他是什么演出就没有演出机会了，不会啊，很好啊，土偏弱嘛，这土啊，土是越行越旺的，叫争议，争议越来越大。就像有的所谓的负面，但负面可能会衬托出他的这个，或者会，这个对他的事业有所提升，这个也是如此，只不过是有点不愉快啊，所以事业没什么问题。他的感情怎么样呢？也可以啊，是的，这个刚才说了啊，活泼的啊，而且这个比较那种外向的啊，朋友搞的人际关系也不错啊，所以而且天干透财的，财代表什么女，就是异性缘挺好的。啊，也可以理解为他也算是贵人嘛，啊，谁是他的贵人呢？女性朋友，女性朋友哈，强调女性朋友啊，不一定是说女朋友了，啊，这女性朋友能够给他带来帮助，啊，这个异性嘛，用一个词来换一下就是异性朋友给他带来的帮助啊，或者各种资源吧，啊，演员嘛，肯定要有各种介绍啊，对吧？他这个就能够体现出来。所以今年的话有好有坏，好的是什么？可能机会挺多，不好的刚才说争议也有啊。最差的是未来2个月嘛，尤其是5月啊，农历，这个事业，感情的话，短期之内啊，这个他不缺的，今年是辛丑壬寅癸卯，还有短期之内难啊，至少这今年明年不太可能说什么官宣了，在一起了怎么样，这个可能性不大啊。好吧，当演员的是挺好的啊，确实，因为以火为用嘛。但他也适合去当歌手啊，主持人也行，啊，这点没问题，这个水多嘛，为智慧，啊，聪明啊，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学业受阻，只不过，学业受阻不代表说他不会啊，就笨啊，只不过对他不感兴趣的就很难去提升，啊，对他感兴或者说自己爱好的就能够明显的有一个长足的进步，学习一段时间就有明显的进步，这就是有区别的啊。专注力，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啊。对待有些它就是水嘛，水主流动性，天干见水流动性，像这个刚才说了也容易受外活泼啊，那自然而然就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嘛，就不能安静的学习，尤其是23岁之前啊，15年之后呢，就明显有好转啊，人的状态会改变。就像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小时候我早知道我小时候，我现在的状态去学习的话，我肯定就不会比之前差了啊。可能这样的心态，为什么你的心态改变了啊？自然而然这个学习的这种状态也会不一样啊。他现在就还可以，好吧，祝福他越来越好啊。这个人也还可以啊，还比较欣赏的，因为接下去的运呢，戊午啊都不错。